Okay. 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安全吗？保持这个音调是安全的。我的部下送回消息，日军出动飞机，准确地轰炸了我八路军驻地，团长刘卫国英勇就义，部队被迫转移到潘家集一带，电台被毁，我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。 你能确定，不是因为你携带的窃听器给鬼子提供的准确情报吗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离开部队后，部队立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小鬼子是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我军驻地的？我跟你讲过窃听器的原理，不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我问的是你能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不会是我。你那么小心谨慎，应该不会去收小鬼子的东西。我说过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如果不收。 半天会起疑心的。那你应该把他扔了，而不是带着窃听器满大街乱跑。我也是事后才意识到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发了。现在你都回来了，还把那玩意放在家里干什么？我要麻痹日本人，我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我才会更安全。别跟我乱作乱转词儿，他们不是人，不把小鬼子赶出家园，中国人就不可能有安全。对，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也很难过，但请你不要感情用事。 牺牲的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，不是你们国军的人。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对你刚刚讲出这样的话感到非常遗憾。刚刚组建的独立团又遭到重创，我跟谁遗憾去？这就是你的农民意识，归根结底就是自私，天天把自己的独立团挂在嘴边。我告诉你，赵传奇，没有你的独立团，中国人一样能打鬼子，一样能把鬼子赶出中国。 跟嘴巴不好的人，心地再好，也是打了折扣的好人。你这话说的，和解者也快成一个买卖人了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赶紧把动手的时间给定下来，完成任务之后，就赶紧回你的部队。我不想再跟你这样拖下去。可是开保险柜，我还不熟练呢。 那就赶紧练吧，我已经得到可靠消息，日军各战区所有的秋季作战计划都已经汇聚到太原，是时候该动手了。刚到齐啊！哎，你之前跑到小鬼子那个司令部里去偷什么布防图，那没得手之后，为什么不想办法接着进去偷啊？等什么呢？不会是专门等我的吧？
个，我连开保险柜去了。大哥，您可是没看见那气势啊！太原城的日本人几乎全都出动了，乌泱泱的堵满了城门口啊！哎，都在给小野将军的儿子送葬。卡车拉着大黑棺材，上面撒满了白花花，两边的鬼子持枪站成一排，从城里一直延伸到城外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的鬼子们啊，没一个哭丧的，全都绷着脸，连老野和他女儿都是一样，连颗泪珠都没有。您说这小鬼子也真是没心没肺啊，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啊？啊，自家儿子死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全城死气沉沉的。风俗不一样，要么说怎么叫小鬼子呢。嗯，没错。哎，景道奇没有跟着一块儿躺回去？哎，奇了怪了啊！按理说都是死人，他们怎么就送小野一个人走了，愣是把景道奇给留这儿了？哎，八成啊，不是一个姓儿，进不了一个坟堆儿啊。赵传奇也过去了？去了。假模三道，装得很难过的样子。哎呦，看得我都好笑。他没对你说些什么？啥也没说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估计这小子的事情办利索了，我约摸着他该回去了。宝乐，去把我的三八大盖拿过来。哎，哎，大哥，扶我起来。啊，我也活动活动。来，大哥，您这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得赶紧把身子练结实了。啊，这赵传奇一走，我一个人可斗不过小鬼子那心眼儿，早晚有一天得拿我开刀，我得赶紧把身子骨恢复了。咱们呢，早晚也得开溜。大哥，那咱也投八路去。你哪只耳朵听我说要投奔八路啊？那咱去哪儿啊？去哪儿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，反正啊，我是不会让兄弟们饿肚子的。刚刚送走你哥哥的遗体，我看还是先休息几日吧。另外，将军阁下安排我教你练习射击，还有其他的技能。可我听说你在日本国内的时候就一直在坚持练习空手道，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功底。我要的不是相当，我要练成最优秀的帝国军人。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
Good morning， 早。何小姐你好，路过这里，特意买了束鲜花送给你。我不喜欢鲜花，太娇气，我养不活。没关系嘛，插到花瓶里当摆设总是可以的嘛。可以给房间作为点缀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鲜花要比一般植物更适合你。况且，赵大队长，你来不是光送鲜花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今晚恰恰舞厅，皇军为踏平八路的驻地开设庆功会，所以鄙人想邀请何小姐陪我一同前往。不过据我所知，日本人的庆功会只邀请帝国的军官参加，皇协军的人好像没有被邀请吧？是吗？可是我也没有听说不让我们皇协军参加。对不起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恕不奉陪。怎么，何小姐今晚已经有约了？是的，不好意思。真不知道还能有谁比我这么有幸，能够赢得这么美丽的夜晚。何小姐该不会是在搪塞我的吧？坂田大佐。难道坂田大佐不参加庆功会吗？这样的场合他可是不会不去的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坂田大佐呢？对不起，我要工作了。好，希望何小姐的约会是真实的，因为撒谎可是学坏的开始。坂田大佐，你要的文件。哦，谢谢。坂田大佐。哦，何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回来这里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这次从八路军的游击军区回来之后，你好像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。可是小野将军不是已经看过你拍的照片和写的文章了吗？啊，是的，不过这些事情以前都是由您来完成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您看看。何小姐这么晚了来找我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件事吧？怎么，有难言之隐？真的不好意思，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。其实我这次来，是想找您，借你做个挡箭牌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赵大队长邀请我参加今晚的庆功会，可是我不想去，所以我就编了一句，说你我有约会，我又怕他嘲笑我，所以。谎言就是这样，等你撒了一句谎，就要用另一句去圆这个谎。何小姐现在不正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很惭愧，真的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愿意帮你圆这个谎。将军阁下，王大队长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也想参加这个庆典吗？不不不，我知道我没有这个福分，我只是想来沾沾喜气。请问坂田大佐来了吗？你可以自己进去找他。看看，
我身居瑞士，可是那里的生活对我不太合适，没有朋友，闷极了，所以我决定选择回国当一名战地记者，那可是有意义的多了。可我认为你这名记者当得并不合格。哦，坂田大佐这么说，难道我的报道文笔太差了？不是，战地记者这个词语用在何小姐身上好像并不太合适。战地记者指的是跟随作战双方部队冲在作战第一线的那个人，而据我了解，何小姐好像很少，或者说从未出现在战场上。让坂田大佐见笑了，我回国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，就是国军跟贵军作战的时候，数十名士兵倒在了我的面前，我浑身都溅满了他们的鲜血，还有一名士兵为了掩护我，活生生的就倒在我的面前，那血淋淋的一幕真的让我终生难忘。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吧，所以我再也不敢上战场采访和报道了。何小姐刚才用了掩护一词，怎么了？可我认为保护一词更加准确，你刚才的措辞更像是一名职业军人。哦，是吗？
也许是常年跟你们军人都在一起，无论是采访、报道和写稿子，都习惯了用军事上的术语，惯用这些词汇了吧。你受惊了，来喝咖啡吧，也许它能让你忘记恐惧。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，确实很尴尬。可我是个女人，那只有更尴尬。坂田大佐，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刚才临出来的时候，有个士兵有份文件要交给我，光顾着跟你说话，差点忘了。我现在就要回去拿。对不起了，何小姐，抱歉。记住，尽量把我拖住他。东西到手后，我会到咖啡馆去找你，假装看你是否与他约会。嗯。如果我不来的话，说明保险柜没有打开。可是你必须在20分钟内完成任务。嗯。他们的庆功宴不会超过30分钟，小野和那些军官就会返回。而且现在两地的路程相隔只有10分钟，如果小野坐摩托车，那可就更快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司令部里的保险柜跟你这个不一样，肯定比他难开多了。嗯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在想，如果他万一被人叫了出去，或者中途返回，那你怎么办？那就完蛋了，你就等着报道真赵传奇被抓吧。
将军阁下，这就回去吧。锦德旗的事情，令伟之子深受打击，我想早些回去陪陪他。我送你吧。不，我想自己走走，你进去吧，不必陪我。嗨。哥，你有去吗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叫我们赶紧把司令部的镜子修好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今天他吃的有点多啊，肚子有点大，还有就是，坂田大佐怎么进去两次，出来两次呢？这就是你不够清醒的表现，站岗的时候不要犯困。可他进去一次没出来，就又进去了。园子里的岗哨都干什么去了？报告将军阁下，我不清楚，他们说是参加庆功宴去了。之前两个也许是坂田大佐命令他们去的。哎，小野将军没有出来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里面还有几个小野将军？咋样，过瘾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？没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把保险柜里的文件通通都给掏出来了？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没有我们各自想要的东西吗？
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不会是都给藏起来了吧？哎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还没成亲呢，我这身子骨怎么也得留给自家老婆看。你信不过我是吧？信不过我就脱给你看。这有吗？没有吧？这有吗？没有吧？这里有吗？这里有吗？这有吗？没有吧？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不是。啊，当然不是，我紧张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本来就没有嘛。好，你既然信不过我，我再脱给你看。我脱。哎，行了，别耍无赖。你要想藏，肯定提前藏到别处去了。哎呀，天地良心呐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藏了，我就不是一个大老爷们儿。那你为什么进去那么长时间？一个多小时干什么都可以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以为我赵传杰以前是干那个溜门撬锁勾当的？那个保险柜我不是弄不开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如果像你自己这么说，你是个大老爷们儿，那你实话跟我讲，你一点念头都没有？哎，别瞪眼，更不要跟我说你没有，那你就不是赵传奇。我当然是大老爷们儿。对，我承认我是想过，但是我现在说的都是真话，我真没有。你别那么理直气壮，点子是你想的，行动是你干的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那其他地方你都查过了吗？不是，你喊什么呀？别忘了你屋子里有窃机器，我查过了，都没有。你给我再听清楚，是窃听器。对，窃听器，你疯了，喊什么喊？我没有带回家，在报社。啊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，害得我憋个小嗓跟娘娘腔似的，干什么呀？耍我呀？哎呦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那你说我为什么非要跟你过不去呢？你知道你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？日本人会更加警惕，会检查每一个人，重要的文件更不会放在保险箱内，我们更无从下手。行行行行行，你拉倒吧，还重要文件？这么重要的文件都没放进保险柜里，你还指望小鬼子能把什么重要文件锁进保险柜里？锁他们祖宗十八代骨灰啊！哎，我说，会不会是那个老爷一直把这东西放在自己身上？我看不可能，这不是件小东西，小野不可能就一直随身携带着。他一定会把它放在比保险箱更安全的地方。美智子家。这瞎忙活一场，幸亏我够机灵，要不然的话被抓了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呢。行了，别显摆你是文化人，你知道窦娥是怎么死的吗？窦娥不是被冤死的吗？是被谁冤死的呢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吧，让我溜进去把这些东西再放回保险柜里去？天哪，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做搭档？我真是瞎了眼了。行了，别感慨了，进去一回不容易，这些文件多少对我们都是有用的。哎，别说我赵传奇做事不讲究啊，既然是国共合作，这买卖咱们一家一半总可以了吧？赵传奇，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明白，你不要是吧？嘿嘿，谢谢啊，都是我的了。嘿嘿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度呢啊，弄了半天也是穷人家的婆姨，嘿嘿，还是会过日子。哎呀，得了，我大老爷们儿，我让着你，你先挑，挑剩下的是我的。嘿嘿嘿嘿。报告将军阁下，帝国士兵打扫了战场，没有发现赵传奇的尸体。他又一次跑掉了。是这样，张家营一带的八路遭到重创后，基本已无其他去处。西面是龟田次郎的35混合步兵旅团，东面是广阔的冀中平原，那里地势平坦，不利于他们隐藏。而南面就是我们机械化步兵旅团的驻防区，所以我判断
八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那就是北面太古山区。向伯虎冲锋，不畏惧伤痛，就算是等不到黎明，我也要看到破晓的曙光。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兄弟，兄弟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担心，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，我们会奔向同一个胜利。让生命呼啸吧，最亮的号角，让热血聚集最强的风暴，让刺刀闪耀吧，最快的锋芒，让烈火吞噬掉，融化掉敌人的疯狂，让旗帜飘扬吧，最空的海洋，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，让子弹穿透每一个志愿者，让铁血告诉你，这是英雄的国家。破晓的曙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兄弟，兄弟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担心，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，我们会奔向同一个胜利。让生命呼啸吧，最亮的号角，让热血聚集最强的风暴，